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咋的，你们是不是都飘了，都去玩吃鸡去了，是忘了迷你世界了？难道你忘了第一次砍树时吗？难道你忘了第一次挖到钻石时吗？难道你忘了第一次得到小飞鼠时的心情吗？还有现在玩吃鸡侮辱我们迷你世界的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迷你世界才是最火的游戏。有迷你世界的忠实玩家、老玩家，给我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。觉得我说的对的，在评论区扣个一。